这个0103的第一个基本乐理把它复制起来，再切换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插入一个互动式按钮，然后呢把文字怎么样的哈，把它贴上去，有没有基本乐理？好，然后就按一个确定。好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就会有一个新的按钮出现了，然后接下来的话按一个 Enter。接下来的话呢哈，再切换到这边，有没有常用之吉他技巧？有没有这个字？那切换过来，一样插入互动式按钮，然后呢再把字怎么样呢？把它贴上去。可是有的时候我是建议你们怎么样呢？可以有个办法更快，这个先把它删掉。先，因为你希望说按钮这边哈，感觉好像太小了，我希望大一点的按钮。你可以把字型怎么样放到14好了，然后呢图像的话呢哈，宽度跟高度看要不要再放大一点，宽大概200好了啦哈，然后呢高的话大概60看看，好像这样按一个确定，哎，有没有这样就比较大。那如果说你希望有13个按钮嘛哈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？把这个按钮复制起来，在下面这边哈。Enter 之后贴上，有没有？再 Enter， 再贴上，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。可是问题哈，这上面的名称都叫基本乐理，我要改怎么改？其实很简单，先把这个复制起来，对不对？切换过来。点两下，贴上去，确定，就好了。再切过来，有没有？把这个复制，切过来，点两下，文字有没有？贴上去，确定就好了。一样的方式，通通贴上，13个按钮就完成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至于就说这个按钮多大多小，它没有规定，没有规定。所以呢，你。自己高兴大一点也可以的，也不要太大了，那也不要太小，甚至不要改也没关系。不过不改的话，变字都会整个揪在一起，而且按钮太小不好看哈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把它存档。存档以后呢，它会出现说这些图要放哪里了哈，所以特别注意。最后一个动作就是说，这些图哈，资料夹是放 Guitar， 可是问题它题目里面要求我们就是说呢。图通通要放 images， 所以你要变更资料夹，然后放在这个图 images 哈，这个把它打开来，资料夹通通放在 images， 好，按确定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完成以后的话呢，那接下来后面都一样嘛，背景的音乐跟背景图跟前面。两题一模一样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也是做法都一样，格式背景嘛。然后呢，图的话，它背景图是要求用，然后音乐的话就是一般嘛，哈，就把那个 music 这个地方打开来， 010只有一个嘛，哈，按确定就好了。那其他这边一样嘛，哈，插入超连接 index， 好，那目标框架这边整页，这样就好了。储存好 ，learning 就完工了。好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